众人瞩目的席琳迪翁爱的契机2008世界巡回演会周五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如期举行。黑色开衫搭配银色连衣裙，一身简单的装束，伴着席琳迪翁唱完了全场。虽然没有眼花缭乱的舞台设计，但是天后嘹亮甜美的声音还是让很多歌迷倾倒。这场大手笔的演唱会也让席琳迪翁成为有史以来上海迎来的最贵演出嘉宾，仅出场费就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全球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席琳迪翁在全球的专辑销量已经超过了2亿张。